你受那胡母啊？您问这个呀？没什么，不看见了。那、您看见了，那给您看。那里来的师弟，不知道。
请进吧。事情之事怎么样了啊？你还提那封信呢、啊？让老夫人看见了，说从今以后失了邪念，如若不然，打不死你这小奴才。不要骂人呐、啊！不是我骂你呀、啊，是老太太骂你。哎呀，红娘子，事到如今，你要与我讲个主意才好。哎，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。小弟的私心呐，你认太了地下，真正的罪魁啊！小弟不要生气呀、啊，书呆子。哈哈哈哈！怎么笑了？小弟徐弟。好诗啊！什么好诗啊？念给我听听。好，待我念与你听吧。大月西厢下，影风无半开。忽见花影动，疑是伊人来哟。哦，哎呦，这个酸劲儿的啊！文绉绉的，我一句也听不懂啊！你讲给我听听。好，等我讲与你听。你家小弟那么是假的，约我今晚月下跳墙，在后花园相会呀！啊，我们小姐约你今晚上在后花园跳墙，你们俩人见面吗？是啊。哎呀，小姐。你可真坏呀，表面上跟我装装重重的，骨子里头他们俩人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们小姐约你跳墙。是的。那你就跳去吧。哎呀，我乃读书之人，也能跳得过如此高的墙去啊。啊，高墙你跳不过去呀、啊、跳不过去呀、啊、哎，狗急跳墙，何况人乎乎？将人比高是什么道理啊？待我稍地片刻，趁得时，那个后一步，射出一路红。等你表兄到来，与你们完成花烛，也就是了。不听母言，就为不孝。此事。看
亲自一环，你儿还要去到花园分下与母亲天父天上。好，我儿要往花园分享，朕那一片孝心换红娘前来。你家小姐要到花园分享，老身也要前去与我带丫路。听到这个时候，他们俩约会该来了，怎么还没来呀？吓了一跳，不是，是我呀，红娘陪呀。幸亏是我，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好啊？小姐来了，无忧来了，陪着老夫人说话呢。答应我行吗？陪着老夫人说话，你敢去呀？怎么老夫人就来了啊？是吗？哎呀，这边如何是好啊？约你哪见呢？条件。在后花园相会呀，那你就跳去吧。我跳不过去呀、啊。哦，你真的跳不过去呀、啊哦？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儿有狗洞，你能切狗洞里钻过来吗？你有？怎么办？哎，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来了。相公，是我，我背着你上桥。话吞吞吞吞地。哎呀，我不慢呐，我只能相扶。我又去关后花园门，我是看的，我有人来了，没人来，没人来。啊，这是什么响声呐？带我看来。哎，您别看见，我看哦，我看看、啊。快去，快去，我看看是谁，我看看到底是谁。啊，又是你，老夫人啊。是狗啊！啊，这是怎样的讲法？不是，那儿有一条狗。狗啊！带我看来。哎，哦，您可千万别看见那个狗啊！厉害着呢，它专咬老太太。顽皮的丫头，红娘，好好侍奉小姐，我要暗面去了。啊，你要睡觉去了？是哦。那太好了，那您早点睡啊，慢慢走，早点睡啊。我想死你啊！你呀，早就该睡觉去。啊，红娘，你看，你。
见上君事，今在深深你拜中。睡去得了。啊！我们四中，我们四中来了一位张相公，他一见莺莺小姐就寄深情。忽然山口为寺院，他口口声声要莺莺，一庙的和尚着了慌，老夫人胆战心又惊，站在廊下高声喊，是谁能退得贼兵，把莺莺小姐倒陪光年把婚成。张生一听心高兴，派来了白马将军退了贼兵，不料想老夫人她过河拆桥赖了婚约，气得张生茶不思来饭不想，躺在床上就直哼哼。这件事儿甭说是张生想不通，就是我小和尚也不成。张生的病情一天到比一天重，还得到那寺外去请医生，请医生。哎，你看那老夫人啊，过了河就拆桥，许了婚呢又赖婚，气得张生茶不思饭不想的，
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，看他这病还真够厉害的啊。哎，听人家说他得的是什么相思病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相思病他传染不传染啊。他要是传染别人倒是不要紧的，要是传染我和尚身上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我呀，我还是请大夫去吧。
又是老夫人亲自看医，看的什么当朝大皇治不了我的病啊。这是我们小姐亲笔写的，她说你不用吃药，一看这个药方病就好了。倒要看看一看呐。哎，对了，相公您快看看吧，您瞧完了我也看看。我的病啊，好的，嗨，你们相公好的真快呀、啊！我说红娘姐，照这份药方啊，你也给我开一份，我也发发汗，怎么样？这个，我早就出汗了。哦，我的病体依然痊愈，不用在此之后玩耍去吧。哎，我就知道红娘一来就用不着我了，正好我玩去了。啊，红娘姐回复小兵，叫他今晚到底来呀？什么早些来呀？要你心中也得明白，今晚要到市寨与我相会呀！啊，我们小姐又跟你，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老共来这一套啊？
不早了，小姐该回房去了。小姐，哎，你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哎，这不红娘吗？你跑到相公书房门口干啥来了？回来呀、啊、你！这茬不对呀、啊！这三更半夜的，红娘跑我们相公书房门口这干什么来了？哦，这里一定有猫腻！我呀，我跟花篮说去，我。